日八月二日晚20:00，张一山个人微博发布明星制片人微计划短视频项目《张一山的小宇宙》第四期，以专注为主题的正片。在第四期正片中，张一山携手九球天后潘晓婷联手带来了一场高燃的台球友谊赛。本期节目仅上线13小时，预告片正片播放量突破900万，同时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3.2亿，引发了粉丝和网友的热烈关注。节目中，张一山与九球天后潘晓婷搭档，二人上演了一场台球友谊赛。在小宇宙空间中，张一山无法专注的背台词，由此开启了第三次能量的收集之路。比赛时，张一山因精神无法集中而输给潘晓婷，燃起了心中的斗志。二轮比赛开始，张一山抛开脑海中的杂念，将一切专注在比赛上，拉平了比分，完成了第三次能量收集任务，也将节目中成功需要专注的主旨传递给了观众。演戏时全情投入角色的张一山还分享了自己作为演员的态度，专注于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台词，才能完美诠释一个角色。不少粉丝看后表示，陪伴张一山共同蓄能，激发自己的潜能。在接下来的小宇宙短片中，张一山还将与7位体育明星跨界联合，集齐10种能量，破解空间穿越谜题。随着短片的愈发精彩，张一山还将展现给观众怎样的惊喜。每周四20:00。